家好，我是 Eva， 欢迎收看由我讲游戏。好啦，在开始睇片之前，你 follow 咗我哋嘅咪咪同埋 Others 咪啊。仲有啊，未订阅我哋嘅朋友仔都记得揿翻个订阅掣，仲有揿埋隔篱个猫猫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更新嘅内容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嘅事不宜迟啦，即刻去片啦！差唔多每年都会推出一款射击游戏嘅 EA， 今年又有新作推出啦，就系全新嘅《战地风云》系列，《战地风云2042》啦。听讲啊，呢集将会有翻天覆地嘅改变啊！为咗令玩家可以充分咁样运用更加丰富多变嘅武器、载具同埋装备嚟创造出崭新嘅游戏体验，游戏背景将会设定喺近未来嘅2042年，等玩家可以进入一个未来嘅全面战争体验啊！另外，更加打破了以往的規則，取消了單人模式，採用純多人連線玩法，在次世代主機和 PC 上支援最多128人連線一起玩的。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開啟多人戰鬥的新次元，就這樣聽到都覺得非常之壯觀啊。而遊戲戰場將會遍及法國、韓國、首爾和埃及，提供七张超大型的地图，还收录了来自《战地风云1942》、《战地风云恶名昭彰2》和《战地风云3》三款系列作针对次世代翻新的六张经典地图，我想应该有排玩了。同时，游戏都加入了重塑战场和战术战斗的即时事件和动态天候，例如在首尔出现的特大号龙卷风和法国的火箭事件等等，感觉真的很逼真和真实啊。另外，今次还加入了全新的《战地风云》入口模式，让广大玩家都可以设立属于自己的规则，打造实在的战地经历，亦都可以和其他人 share， 从中获得丰富多彩的想象体验，相信会成为游戏推出时的一大核心体验啊。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和我一起《战地风云》体验惊心动魄的射击大场面呢？看完这条片的朋友仔，记得要来这里买东西啊！仲有啊，唔好唔记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。如果有咩问题，就喺下面留言俾我哋啦。记住又要支持实体店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